好，请啊，那个先生帮我颁奖好不好？谢谢。好了，你来跟我们说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请呢周宇跟我们分享一下得奖的感受。谢谢各迷的支持。今天要用国语呢，就不讲太多了。就谢谢我的公司，谢谢星辰电台，我会继续努力。恭喜国语可以大家听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优秀的人真的很多，要谢谢现场来的歌迷，还有谢谢就是支持我很多年的凤凰唱片，还有华纳唱片公司，还有我的经纪公司，还有很多很多我带回馈唱片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太荣幸了，谢谢晴空。哇哦！大姐，老朋友，晴空。那我们先请客奇讲一讲得奖的感受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国语力的颁奖典礼，也是我第一次拿的一个属于国语乐团奖项。我要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歌迷，我是今天的晚上过来支持我的朋友，谢谢，还有谢谢新团队，谢谢所有朋友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我要谢谢所有，谢谢谢谢。所有谢谢你们，谢谢幸运还有谢谢谢谢我公司，谢谢。歌曲是李克勤，爱可以任选。然后呢，乐手是谢霆锋的黄九龄，恭喜。还有梁咏琪的永远不变。好，谢谢刘永琪小姐的颁奖啊。还有一首歌吧。对。还有杨千嬅的大神在世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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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样恭喜千嬅。那我们也恭喜呢，在台上的再一次得奖的歌手，恭喜他们！哇，拿不下了，已经获得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今年两个奖啊。OK， 那。就指尖的线，围着我打了好几圈，兴奋的脸马上就是红了一圈，我撒娇跑了一遍，又不顾色彩走遍。谁让我生死改变，谁让我坚持有改变，一切人的距离没有时间，我还在怀念，我始终心事不见，我自己在游戏心里自己我让你想到眼睛止不住的好奇心止不住，或许有忘了谁，我曾经因为寂寞所以换过谁的快乐，最后都会变成一滴泪，走不出孤单的范围，我要的他从来不给，变成是什么样再说吧，我无所谓，所有伤在土里的黄色的黄江非常东方，当众人来到地上挺起心的胸膛，当众人走在路上接下自我不一样，新城国语歌曲，恭喜！谢谢，谢谢，因为我这次刚好出我第十张的国语专辑，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对我来讲非常重要，然后也真的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新城电台对我这张专辑的支持，然后也要谢谢我的歌迷朋友们，没有你们我不会出到第十张专辑，没有这首歌，所以要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。谢谢，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梁咏琪。好。